韩国的，右边中国的，小韩三问手雷。对方首发是拉尔夫啊，拉尔夫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强了，把波来牵制他。好 ，CD 板边，我靠，钱币哪去了，兄弟？骗到一个低头进板边压制。啊，库曼的防守也是非常到位，跳背压制。手上有一气了，双方各得一气，但是拉尔夫这个防守真的是好啊，却反来不及。你看到没有，拉尔夫，你这是无责任的套路啊！罗伯特没办法反击他，又是个double弹，确认一个战地，这招真的好使啊！韩比又进步了。啊，库玛的首发解决了小孩的首发。小孩的中间是选择了克里斯。三问打主力战不是那么简单的呀，这种守擂赛的难度是最高的。如果说98还可以，但是这是一个刚出来发售出来五天的游戏，你让小孩八把都赢那不现实啊。欢迎 W 世成啊！哦，对哟，又忘了。欢迎井冈山啊，晚上好井冈山。那现在咱们来看看这场对局，来对克里斯对战对方大将，小孩有机会。刚才一个血反，好，机会来了。哇，这里怎么回事大哥呀？好，一个方向没换，对方裸开了，裸爆了。赢了，一个超级滑出，终于给小孩赢了这一臂，给小孩刷个赞。